戏，路由器，连接 WiFi 的路由器。按钮不松，它那个装不进去，没沟通上去了，是吧？然后你打开您电脑的浏览器，您可以看一下路由器背面应该有个地址吧，有一个关闭入口的地址，你把地址输入在路由器的背面。背面没有贴纸吗？纸条之类的 ？M 开头的，应该有一个吧 ？M 英文字母 M 开头的，一个地址。不是，管理地址。